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无量道，何等为十？所谓虚空无量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法界无边故，菩萨道亦无边；众生界无尽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世界无际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劫数不可尽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一切众生语言无量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如来身无量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佛音声无量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如来力无量故，菩萨道亦无量；一切自字无量故，菩萨道亦无量。这叫十种无量道，十种无量道啊，虚空、法界、众生、世界、劫数、一切众生语、如来身、佛音声、如来力、一些字，十种平等心。咱们上来重复念一道，十种平等心。道随心行，心呢，灌注在道上，道上，这个道依心而起的，这心如道行，心如道行，心即是道，道即是心，这是大菩萨所走的路。那么满一门都成无量，都成无量。如来的身、如来的音声、如来的力，无量。那菩萨呢？此位的菩萨，他所观、他所行，都是无量的。南圣地菩萨，到了五地菩萨了，就是难行之中能行，拿虚空来形容，拿法界来形容，拿众生界来形容啊，乃至于时间、处所、如来的教化的深渊，都是无量的，无量的。这个只能够你只做观想，没什么解释的。要是要解释呢，看前头，咱们前头都讲过了。从初发菩提心，实信位，到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现在这十地菩萨所行的，都是圆满的达到。用心来说，用法界来说，这时候解释都让心来解释的。用法界来说，这都是没有大小、没有长短、没有方圆、没有横竖，圆满，就是一个平等心，行的是平等道。这是五地菩萨他所利益众生，上求佛道所走的道路。还有十种，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无量的助道。所谓入虚空界无量，菩萨记住道也无量；法界无边，菩萨记住道也无边；众生界无尽，菩萨记住道也无尽；世界无际，菩萨记住道已无尽；如劫数不说不可尽，菩萨记住道以一切世间所不能尽。
入众生的语言法无量，众生的语言法无量，菩萨借助道的出生的智慧，而语言法也无量。如如来的身无量，菩萨借助道的骗一些众生，一切刹、一切色、一切劫也无量。刹是处所，事是时间，结束，嗯，都是无量的。如来的音声无量，菩萨除业音、言音，周遍法界，一切众生无不闻之。所借助道亦无量，如佛力的无量，菩萨呢乘如来的力积聚助道亦无量。如一切自字的无量，菩萨积聚助道以入世无有量，是为实。要菩萨难住持法，才得如量的无量智慧。若菩萨行不到求成佛，得有助道因缘。助是帮助的意思，互助意思，嗯嗯。你得集聚所有一切助道的因缘，嗯嗯，那这个这一地的菩萨修行的时候，集聚助道因缘，是以他的智慧契合如来的如，智契如，嗯，如呢，在契理。如即是理，这叫正道，真正的佛道。嗯，那在一般的教义上讲啊，有知量道，就是助道。你行动的具本资粮啊，你要想成佛道，得有一个助道的帮助。嗯，说菩萨万行。这万姓就是助道，都叫助道啊，叫助理你成就佛道，成就佛道。嗯，现在把助道跟你的正道，这个助道是前头所成就的道，以此助道。在成就你的道，就所有一资源吧，也归在吧，你所行的吧，都叫助道。助道的含义，帮助你不助道。助道帮助你不助道，什么含义呢？在道上不要起执着。帮助你成就道业，圆满修行。所有助道之法，只有助缘而已了。所以助道就是圆融的修法，达道如如智，正得如如理。如如的理即是如如字，如如字即如如理，理字双融，那就叫正道了，这就叫正道。助道之助正道，所以叫为助道。说举虚空啊，举法界呀、啊，举如来身呐、啊，叫。随你所住的一些事，无量无边，都把它叫成住道。到五地菩萨成就了住道的因缘，这就叫五地菩萨所修行的。
那一下就是六代，就叫从五帝进入六帝，五帝是南圣帝了，六帝就是现前帝。嗯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无量的修道，无量的修道就是一门，无量即是一，一是无量。这个一是什么呢？真如。这个真如啊，是无为的真如，清净的，性净的，明显的现前了。说此地名为叫现前地，就是你所修正的真如，妙明真心，信净明觉，现前了。以下是形容词啊，形容这个地的此地的菩萨，他说修行的，所谓的何等为十呢？哪十种呢？这十种都叫无量道啊，名词不同了，有十种无量道，有修无量。得道，无量即是道，说道无量，修无量，就叫无量修道。当这个体性现前的时候，真正的现前，现越来越明。现前的就是菩萨也证得了法性的真如，无为的真如，性净妙德的真如现前了，现前就正道了。这一下都是解说了，哪十种呢？何等为十？所谓不来不去修，修不来不去，身与意业无动作，从不起心动念，这叫无动作啊。修没有个去向，也没有来向，身与意业没有动作，心不去想，身里不去做，口里也不去说，没有动作，是在动作当中没有念着，说叫无动作。既不增也不减，要不增不减去修，本性如故，不因为你的修本性有所增，也不因为你没修本性如所减，就要不增不减。这以下是离相，离相啊，没有修的相。什么叫修啊？有修吗？无修吗？非有非无修，有修非有非无。无自信故，又没有自信。这个没自性啊，一切法性，那个法的性没有，叫你入理思维，这就是一个真如实性。说一切法如幻，如梦，如影，如想，而镜子里头的像，而热的时候阳焰，水里头月亮，离一切执着过，举七个比喻：幻、梦、影、想、镜中像、热实验、水中月，七个。
这几个都是幻化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没有真实的。啊，这个叫圣意的自性。嗯，而我们说我们明明有个身体嘛，就是我是有相啊，是无相啊，是非有非无啊。就是不可说，说有是幻化的，不是有。说无，现在又有个形象，不可言说。嗯，假象是消失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嗯，说在假象当中认识它，像认识一些幻物是一样的，用七种比喻认识一切法，达到了一切法空无相无愿无作。我们修啊，怎么样修啊？达到一切法了，无相无愿无作去修。三界空的，明明三界是实在的，而要说空的，要到性上来说，证得三空，空空无相空无作空，三空，没有修障。接着三界非三界，而又在三界修。为什么呢？几句福德，几句如来的福德，化度众生，容颜不休息。本来无言离言，来说修，但是你要说无言离言，众生怎么样理解呢？说还要说，说时候不要执着，不可说无言离言，这样来修，就是啊，对佛的一些教法，你不要起执着，以此来说，不可说。这是对大菩萨说的啊，不是对我们一般凡愚众生说的。嗯，明明佛有说有言，为什么要说不可说无言离言呢？就是让一切众生乃至二乘乃至全乘，让他们理解到，原因遍满，所以说说即无说。理缘在理上讲圆满的，不是能全呢，全所全。所说的无言说是体上说的，体性无言，理言说相，理文字相，理能说者文化者，一切无相，妄言，这叫说即无说，就证三空即福德。不坏法界修，智慧限制一些法。所愿空而不能坏四法界的相，四法住法位，四间相常住，因它的体性而不坏它的四相，这样叫呢不坏真如入实修，这叫真修。普入了真如实际，虚空借故，
不坏真如的道理，不坏这四的四法界，正三空即福德，即福德是不空，正的三空是空。广大智慧修，住有所作，立无尽修。这是说全跟实，全的是一切思想，实是真理。你得有这种的智慧，才能修入世法。修什么法呢？如来的实力是无所谓，一切自字平等地修。见一切法，认识一切法真实相，没有疑惑。现见的一切法，没有疑惑。法法入世，道道皆真。这就是这十种。要菩萨难住持法，再得如来一切字，无上的善巧修，观缘而修，善巧修。果宗修行，正果而后修行。第六菩萨现前就这样就完了，讲解很少。现前了，什么现前了呢？一真法界如如的实理现前了，这就是第六地的菩萨修行。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庄严道，何等为实？哪十种庄严道？说菩萨摩诃萨不离欲界，入色界、无色界，禅定解脱，即入三昧。因不以不因此而受彼生，是为第一庄严道。菩萨有十种庄严道，这现在说第一个庄严道，再以地菩萨修行叫远行地，从初发菩提心到此地的菩萨，说他走的路啊很远很远的，才能达到真实的如来的境界。从凡夫发心起到此地菩萨，入到真如的境界，广大无边际。就广大入法界，证得真空实理了，真如现前了，不是一份两份了，超过半数了，都齐地菩萨了，远行地了。当然，所有的修行进入真如实际，十份份证到齐份，所以菩萨他来利益众生化，不离欲界，就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修禅定、修解脱，已经禅定解脱了，那一切的三昧也不因此而受彼生。这叫第一个庄严道。远行地菩萨修的道叫庄严道，智慧现前，德行智慧现前，要化解声闻，度声闻众，就是再视现声闻身，而不去声闻的涅槃。要行菩萨道，不去出离呀，不去出离呢，就不出离三界。声闻道、声闻二乘人，他要出离三界，畏惧生死。此地菩萨他不畏惧生死啊，
他不求出离，说第二庄严道，智慧现前，如毗之佛道，生为圆觉二乘啊，毗之佛就是圆觉啊，包括独觉，往往得把独觉跟圆觉合成一个，就是圆觉道。且且大悲心没有修显，此地菩萨度二乘人，虽然入二乘境界，但是他有大悲心，不会住在二乘的境界，不会住在第二乘的，住到声闻缘觉的这个涅槃啊，要化众生，声闻缘觉不化众生了，说这是菩萨第三个庄严道。虽有人天眷属的威摇，百千才女歌舞一诵，未尝斩舍禅定解脱。也有很多眷属，也跟他住天呢，生在天中啊，视线的，是。虽有人天眷属围绕着，但是这不住，而住在禅定当中。就在三昧当中，这就是此地菩萨的庄严道。与一切众生受诸娱乐，共享娱乐，乃曾未曾于一念间舍利菩萨平等三昧，也像众生一样的受五欲境界共同无论，但是菩萨是在定中啊，没有一念离开定的。什么定呢？菩萨的平等三昧定，是第五庄严道。这些个都是十宗之全，菩萨证得了法性离体，视线全巧方便，就是全跟实啊平等进修，念念进修，自在进修。咱们前头讲了无愿无作，但是无愿无作又能平等进修，这就是菩萨的方便善巧的智慧。这叫双行果，双行果。已到了一切世间的避难，也就是四法悉无所着，对世间法没有一点的执着，没有了，因此才不舍度众生。度众生而不执着众生相，咱们帮助人呢还要分别，帮助那好的众生，善行的众生，恶行众生你转化他不了，你不敢去帮助他，善行的众生他有善根，又不让你去帮助他了，那你这位菩萨应该怎么办啊？说这些大菩萨他对众生界他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，他一切世间法他都不执着，不执着而能度众生，这是第六庄严道。没有眼着而化导一些众生，化导众生离开有眼着，没有贪爱，难入正道，正知正见，而能四入一切邪道，不取为师。菩萨他自己住在正知正见，他要四现邪知邪见。为什么他要度邪知邪见众生？给四现跟他同类，四现入邪道，
而非邪道，把邪道不取它为实，不执着就是清净。但是呢，令一切众生远离邪法，远离邪见，是第七个庄严道。常善护持如来境界。随缘菩萨到邪道众生去化度众生，但是他常护念如来的境界，也是护念一些众生，让一切众生不带过，让众生的身与意业没有过失，教化那一些个犯戒的众生。是行一切凡欲的这行为，这化现的啊，都化现的好像凡夫和愚痴的，实际上呢，他具足了清净福德呀，住在第七地的菩萨啊，他能自在的到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三恶道，很险难、贫穷的这些地方，但是他令他们都得解脱，到地狱道令地狱得解脱，令畜生道畜生道得解脱，乃至人道令彼众生悉得解脱。解脱就是自在呀、啊，没有苦难呐、啊。它是四现呐、啊。菩萨不是实在升到那个学的，说这叫第八庄严道，不由他教，得无奈变，这个无奈变才呀、啊，不是由外学来的，而自于本具的智慧光明，普能照耀一切佛法，为了一切如来的神力所持，如来的神力的加持，此位的菩萨具足一切，具足了一切无障碍的智慧，能够了解了一切佛法，明白了，但是呢，这是如来神力的加持。如来的神力加持，是因为此位菩萨他所证得的法身跟如来是同一法身，是证得的。咱们跟如来也是同一法身，没有证，没有修，所以就不同了。成就一些坚固的大人明镜密法。但专大人指佛说的，成就了坚固佛所具足的清净的密法。密法就是法身的真实相，难住于平等住成，不论小宗大三乘，乃至于人天，都是平等平等的。诸佛的境界。都现在前，因此才叫现前地呀、啊。具借四字的光明，造见一时坐住生界。菩萨度众生得现世间智，得世间善巧方便智，这叫四字。能够照到一些众生界。给众生作知法师，众生无知，佛这个菩萨此地的菩萨能教导众生，能知了一切，四现正求正法，让众生都能够得知求正法，未成修行，是吧？此菩萨度众生。从来没知道修习，
和慈悲的菩萨，能够给众生做无上的导师，而四行尊敬阿舍离和尚，而受戒的时候啊，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善巧方便住菩萨道，住菩萨道行善巧方便，随众生所依，皆为四现。众生所有求都能应，众生感菩萨能应，众生有求菩萨就应，这为世第九庄严道，就是要人说要法说，菩萨都能够全巧方便示现真实的道理。因为菩萨对于一些众生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善根具足了，住行究竟了，修到此位的菩萨啊，所以善根圆满了，乃至一切的教众生修道的方式方法很多很多，都能够达到究竟。一切如来所供灌顶，远行的菩萨得到一些诸佛的加持，灌顶就是加持意思，与一切法自在彼难，所修的法自然而言的都到达彼难了，没有挂碍了。无奈法章以贯其所，形容他所带的法冠无奈，无奈就是没有任何障碍的。其身呢，遍住一切世界，无论净佛世界、眼佛世界、有佛世界、无佛世界，此菩萨的身化现的身云，能无障碍，而且还能示现成佛，是吧？普现如来无障碍之身，示现佛身。对佛、对法呢，能够得到最上的究竟，同时能转法轮，示现无上的三宝，就是。这一切菩萨呀，自在之法都成就了，为了度众生一切国度世间受伤，那菩萨到一切国度受伤去，是为了度众生，不是业报。与三世诸佛同一境界，他已经跟佛同一境界了，但是不废菩萨行，也不舍菩萨法，对菩萨的事业不懈怠，还是精进勇猛的度众生，不离开菩萨道，不是菩萨业。菩萨的威仪细性，菩萨绝不松懈的意思，不但菩萨取，不喜菩萨的小方便，不觉菩萨的所作事，不愿菩萨的生成的用，不止菩萨的住持力，何以故？菩萨与极正而得了三摩三摩地，菩萨想很快的就成到佛国，观一切自门修菩萨行，没有修习，是为第十庄严道。要入菩萨难住此法，则得无上的大庄严道，以不舍离菩萨道。这是菩萨的因呐，缘起因圆满。
实现受生呢，是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，说圆满和没有圆满才是七地菩萨。还有缺陷，因缘了果还没满，因缘果满嘛，七地菩萨果还没满。所以他要实现受生，因为没满，所以要实现。因为因果的境界不同，要实现。实现的意思呢，就是还得要进修。法就是诸佛所有教法，业要利他的事业，道成就如来的正智。意呢就是佛所制的一切威仪习横，咱们和出家人经常讲啊，三千威仪啊，因为仪有三千，每一仪还具足了很多细行，那就有愿求。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着，足是圆满的意思啊，不当脚解释啊。十种足，哪十种呢？所谓持戒足，殊胜的大愿悉成满。戒啊，成满一些戒，清净无染。但是菩萨他的戒呀、啊，注重是坐词啊，不是指词啊。坐词就度众生的事业，那是戒。度众生的有些很多法，法即是戒，佛所说的法就是戒。这要靠殊胜的大愿力才能成就。第一个是戒，第二是进，进什么呢？精进，把一切菩提法，佛说的无量的菩提分法，此位菩萨永不退转了，不退转。而精进勇猛向前进修，这叫进，一戒二进。神足通，随众生欲，众生求什么，菩萨满他的愿，都让他生欢喜，这叫通，得有这种神通。神力足，通不是力，力不是通，力是的力量。力量啥？住在一切刹中，住在一切佛刹。诸位佛在干什么呢？满足众生的心理要求。那菩萨要发愿，身心足，愿求一些殊胜的法。愿力呀、啊，说佛有一十方诸佛的殊胜法，都想得到。求得当，兼四种，一切所做的立生事业也好，自修的道业也好，都要满足，都要满足。十种足啊，现在这个兼四足是第五个，第六个，戒足、禁足、通足、力足、心足、誓愿足，还有随顺足，不闻一些诸佛的教导，只要顺，顺十方一些诸佛的教导。
还有乐方，或者那个药，药是心药，乐是欢乐，闻着法了欢乐。没闻法之前，求得闻法，听了法呢，永远不懈怠。对诸佛所说的法，永远不懈怠。法语中，闻到法了就给众生说呀，为众生演说，没有缺药的时候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不但以法利众生，还要以法自修啊，修行足，要修行达到圆满。一切诸恶悉远离，要断一切恶，是为实。菩萨要能安住持法，则得如来无上的最胜主。要一举步，岂能骗自一切世界？说菩萨念念的进修进取，一念之间就道能一切世界上求下化。一切佛刹当中都有佛住世啊，上求佛下化众生。菩萨有十种足，有足还得有手啊。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手，何等为师？所谓身信手，与佛所说一向应可，究竟圣词。念念修习一切佛法，向佛的智慧，这叫身信。手呢是取的意思啊，不是手，那就舍的意思啊。有来求者，随其所欲，皆令充满，满足些众生的要求。先意问心手，先意问身手。说凡有来祈求者，要用耐语舍受舒转右掌相应引故。耐语舍，说耐语供养祝福的手，用这手供养祝福，供养祝福呢，供养三宝，积聚福德。还有多闻善巧手，悉断一些众生的疑，利他行。这手是劳务的意思啊，说你做什么事都要手去做啊，有这么个意思啊。众生有疑惑，你能给他解除，有善巧方便智慧，断除这疑惑，有利他呢。另抄三界手，拔除众生一切痛苦。超啊，超就是三界之内给他视线同事，一天的拔出他就救拔他。这手有作用意啊。至于比难手，这是生死流转。在苦难当中，生死苦海当中，能给众生做清净，做清净啊！不吝正法手，所有的妙法悉能开示，不吝啬显示一些助替，助法的道理，替就是替理啊。善用众轮手，以佛以智慧要
灭一切众生身心的病。菩萨以智慧药灭一切众生身心的病，恒持至宝手开法光明，破一切众生的烦恼念，是为实。菩萨要能拿住此法，再得如来的无上手，普法十方一世界。如来手啊，能普法十方世界。那菩萨呢，也入世，就是普度十方一切世界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福，这个福是度福的福啊。看着弥勒菩萨吧，是现的布袋和尚，肚皮很大，肚皮里装的什么呢？智慧啊，智慧。要真如之理，尽在菩萨的福中，而不动摇，不动摇。形容是什么呢？真常无奈，寂静不动，寂静不动摇。所谓离禅取佛，绝不谄媚啊，心清净。离幻为佛，性情直直，直直就是能够达到真如实际了，直直，不是虚伪的，不是幻化的，不虚假佛，没有显报，无其多佛，一切物都不贪求，断烦恼佛，具受智慧。观察隐士佛，念入十法；观察无著佛，觉悟缘起；觉悟一些处理道佛，能够成熟身心；远离一些边见垢佛，令一切众生入佛佛，是为实。要说菩萨难住持法，再得如来的无上大佛。形容什么？能容的意思，能容天下一切，能容之事，容受一切众生。再一个地的菩萨是八地菩萨，不动，真如之理已经静尽了。八地菩萨也静尽真如之理，这真常寂静，不动摇。真如心呢，到八动地呀，不会再动摇，就叫不动地。要菩萨难住这个此法，就难住不动地，他内证于无生，内得圆满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障，何等为实呢？所谓的不断佛种是菩萨障，开示佛法无量为德垢；增长法种是菩萨障，出生智慧广大光明；住持僧宝住持僧种是菩萨障，令其得入不退法轮垢，三宝障。就是佛法僧，这就是菩萨藏。藏是含藏意，菩萨含藏什么？三宝。含藏能够出生
畜生佛法生三宝，觉悟正定众生是菩萨障，散随其时，不遇一念，永远不失于丧啊，觉悟一些正定众生，究竟成熟不定的众生，前头是成熟了的，以后是没有成熟的，相续没有间断，让一些众生都能成熟，为邪定罪众生发起大悲，是菩萨藏，令未来的悉因悉得成就，就成就三罪众生，正定罪、不定罪、邪定罪，邪定众生也有佛像，给他种未来的因缘，以大悲为缘。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上讲，涅槃，有禅提的人呢，虽然是断了散了，但是他佛性没断，佛性的因力，未来能产生善根，还能生长。所以佛以他的实力不坏因，一切众生的因不会坏的，这就是菩萨藏。一切魔王、魔鬼、魔君没有善根的，菩萨也摄受他们，度他们，因为他的性善还在。最胜无畏的大狮子吼是菩萨藏，人家众生皆欢喜故。无上大无畏是指是大狮子，是佛呀，佛所有的教法都在菩萨藏中，菩萨演说诸佛的教法，令人众生都能生大欢喜。这十八不共法是菩萨藏，这佛专有的十八不共，这名词咱不一一讲死了啊。四会普入一些处，普了一些众生，一切刹、一切法、一切佛菩萨藏，一念中悉明见故，是为实。要菩萨能难住此法，要得到如来藏了哈，才得知如来无上的善根，不可坏，大智慧藏。这是摄受佛的果德，摄受一些字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心，何等为十？所谓精进心，一切所作悉究竟过，精进不懈啊，勤亦勤，不懈，积极向好，福德行功。勤完了还得有鞭策，鞭策呢不退失，不懈怠，鞭策他，这都是摄善法界的。大而不容见心，能破一些诸魔君故；如理行心呢，破灭一些烦恼故。魔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魔，要断出去烦恼，破烦恼的缘，一切魔君，破一些烦恼的因，就是烦恼。是破呢，前头是修善，不退转心，乃至菩提终不邪故，坚固，不邪就是坚固的意思啊。性清净心，知心不动，
一切无所着，要心清净啊，执众生心，随其解欲，令出离。菩萨以一切智，引领智慧，让他们得悟道，悟道不就出离了吗？执众生心，随取解欲，令其出离，以智令悟啊。流入佛法，大犯诸心，执众生种种欲，不以别成而救护，单以大犯诸心而咒，而四无量心成就他，有慈悲喜舍，空无相无愿无作，对于三界都不执着，说三界一切相啊，不去执着，不去取着，不去贪爱。万字相金刚坚固障身，障庄严身，一切众生数等魔来，数等魔来，乃至不能动一毛。坚固的意思啊，万字是表得佛的万德，万德相，万德相是坚固的庄严藏。佛的心记住无量的德，万德是说个数字而已，说那个魔呀，无量的魔，众生有好多，魔就有好多，那佛的庄严心金刚藏不会动，乃至不能动一毛。是为时，药师菩萨难住此法，才得如来无上的大智慧光明藏心。第八地菩萨正得的功德，上来所说的都是八地菩萨所修行的，八地菩萨就是这样论功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披甲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大慈甲，救护一切众生；大悲甲，看厌一切众苦；佩服大愿甲，一切所作究竟；佩服回向甲，建立起佛庄严；披福德甲，饶益众生；披波罗蜜甲，度脱一切诸寒食垢；披智慧甲，灭众生烦恼难垢；披三条方便甲，为普门善根垢，生普门善根垢。底下这些坚固不散乱夹，不乐于成故，披一被一披一心决定夹，一切法离一会故，是为实。要是菩萨难住此法，再被入了无上夹故，岂能摧佛一切魔君？文字上是被，这个被就念披呀、啊。就披着盔甲的意思，这十种甲，披着十种甲，形容着要救护一众生，要能忍受一诸苦，度众生不是容易。说你以大悲心度众生，要能忍受一些苦；以大慈心度众生，要救护一切众生，披甲的意思呢，就不怕一切扰乱，不怕外头的器皿呢能伤害你。因为此地菩萨是八，是这个九地菩萨了，八地菩萨，
八地菩萨上的是不动的，这现在讲的是九地菩萨。九地菩萨是善会，善会说法度众生，说法度众生就披着十种盔甲，跟众生做战斗的意思。用什么？用大慈悲的盔甲，大悲的盔甲。古来的嘛，披着盔甲嘛，都是铁甲嘛，拿铁做的。现在不要，现在不有防弹衣吗？防弹衣就代表盔甲了，不要鼓捣那么多盔甲。现在防弹背心啊，防弹小棉袄啊，都够了。那过去的披甲呢，就是古来那时候的。现在呢，披着呢，就是大慈悲的防弹衣。十一众生都能得度。完了时候要发大愿，发大相啊，发回向。持佛在说法了，要给众生增福的，善慧地，让一众生都能达到波罗波罗蜜，度众生都到彼岸。说此菩萨智慧坚固，智慧坚固，他证到了真如之体了，发挥一切的妙用，照料一切众生。所以是法师位，三会地的菩萨是法师位，他要入一切众生当中。入到众生当中，怕众生伤害他。所以入九地的菩萨，十种心都披上盔甲，坚固的意思。八地菩萨、六地菩萨都有讲的，都很多。九地菩萨没有，只披着十种甲就完了。披上智慧甲，把一切众生的黑难烦恼都给除掉，是吧？方便善巧，披到方便善巧，让众生都能生善根。菩萨想一些方法，让众生能住善根。披到一心决定甲，说除一切众生的疑惑，一切法都没疑惑，是为实啊！要菩萨难住此法，在这无上如来的家造，摧伏一切魔君，一切魔君都不能伤害。九地菩萨的就是这十心，十心啊，就叫善慧地，善慧地。菩萨菩萨摩萨有十种器藏，挂披盔甲还不行，要跟众生作战呢。善慧地菩萨经常在众生当中说法度众生。披了盔甲，还得有武器啊！何等为师呢？是布施、持戒。布施是菩萨的器藏，催眠叫坚令；持戒是菩萨器藏，弃舍一切毁犯；平等是菩萨器藏，断除一切分别；智慧是菩萨的器藏，消灭一些烦恼。九地菩萨所使的兵器，跟众生作战的时候，一个持戒，一个平等，一个智慧，正命，远离这邪命。三角方面，菩萨七藏在一切处实现，对一切贪嗔痴一切烦恼，菩萨要以这个七藏来灭一切众生的烦恼，度些众生。生和死是菩萨戒藏，
不断教化众生，说入十法是菩萨戒障，能破邪众生的执着，这说空体了啊，空无相无愿，这是入十法。你要执着什么呢？一切都是空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不实的，一切自是菩萨一障，不舍菩萨的法门是为实。要助菩萨难助此法，才能除灭些众生长夜所记烦恼皆是，就是断一切众生的烦恼。九地菩萨的指责，度众生的应悟，就是断一切众生烦恼。说法度众生，就是九地菩萨他所行的菩萨道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